主料，胡萝卜350克，黑木2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精、大蒜、老抽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黑木耳事先泡发好，胡萝卜洗净，胡萝卜大蒜切丝耳，木耳手撕成小片，热锅冷油，放入胡萝卜丝耳和大蒜煸炒，快速翻炒均匀，炒至胡萝卜软剩，放入黑木耳，炒至胡萝卜和木耳熟透，敲碎即可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黑木耳比较容易炒糊，要注意火候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